吧。嗯。几杯啊？四毛。买了个值钱的那种。买了，对个。这又是啥景？不是。这又是啥景？啥景？江上的五六景，哎，这是啥景？我干娘要吃了吧？哎。从今年要吃了份就扔了。哦。你又坐在那儿吃了？说土了呗，扔。对对对对对。我吃了。你这一天就是一天跑要出去是吗？跑不了，跑一天一天多少船？要是一天月子的时候，嗯，两人的船，一天能生多少？几百斤啊，都是。够了。你生多少啊？生几百斤啥哇？生几百斤啥哇？你坐在街边，你不是在超市那时候掏一百斤挣钱的？嗯。在重庆。农村的一啥的收一百多斤，一百多斤，啊，都收一百多斤。这不容易啊，这真的也是辛苦些啊，天天风里来雨里去的，不上炕，嗯。收一份你这个，那个，主要是自由些的，没人管，哎。你说一年能挣钱是一年？一年，他不弄好一万。他这比家人强。那就挣。你别吃药，我不吃。你准上吃法做过整理，上家还会叫吃呢，还是在外头吃？到上个轮吃就会了吧？哦，他回头就老姨妈吃了，哎。嗯，一上轮吃。啤酒瓶儿还要不要？那不是要的。就便宜哈，那不是。哼。你看你这身体不也好啊？真不怕，不会耍，这功夫真精。他不会耍会了，几多都中。主要不会耍会了。性情就不会耍把子。嗯。人家锅上的小吃。嗯。这可不能给你买了。你可注意老鼠出没啊！那是老不跑老鼠啊！老鼠的。哎呦！好凶啊！今天钱咱哪个去了？超市一天出多少斤的底线啊？用那到一月都上了几千斤了，哎。多啊，就一星期一千五百斤。嗯。一星期啊，一千五百斤。这家伙，俺家有的不往就涨。阿姐这速度。对。比我勤快。因为我二姑娘也是女性，这个。我你要是想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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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才十七万了。那是交给俺家了呗。嗯。在哪盘嘞？在那东城湾市。哦。那都盖着房子造了。是啊，十几万吧，现在已经涨到这那八九万了也。那八万，三十多万了，无论那都挣了，成了好几人。嗯。该炫又该用。你十几万买了，现在买了能买三十多万。啊。发了一杯。发了一杯。现在没了。嗯。发了一杯准。一该有俺学我就哈翻哈涨的，那不涨哎。收藏。收藏。收。收藏一百。数学学了不来。二八三四十
快的。玩也耍得快啊。嗯。打的一咋一，咋没有干？我手快，十六块的，十六块的桌是肉啊，给五分的肉啊，不打两块咋的？两块咋？十八块五，对吧？十八四毛，十八块五。你这耍这儿的真不赖、啊，我咋没反应过来做事嘞？就咱俩没有反应过来，不咋不到这儿快去的事儿。嗯，你等到你还反应快。哎呀，我一毛了，一收了。来，给当劲儿。呀呀呀！哎，不是赶紧弄什么呀？快点弄来，老板，出来，出来，叫快点来，老板。这一路黄手拿去偷一截啊？啊，就抬来，偷一截抬来。啊都睡到脚在这乱喊。哎呀，你看，俺都又不敢踩你那个脚了。没事，人家这样撤的嘛。有。看老板。俺都不想看这样，天天都是受了脚。我遥控看着老是天干。哎呦，这。俺这老油慢嘞，不吃饭。